到底网络拍卖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主要包含了几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价钱会比外面便宜呢？主要是因为说在网络拍卖上面开店或者是刊登商品，它的整个成本会比一般的商家来的少很多。像一般你说要开一家店，开在热闹的地方，租金一定非常的贵。那如果说假如要架构一个自己很完整的网站的话，其实初期的机器设备还有城市的投资也都是少不了的。可是透过网络拍卖，商家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商品刊登在这个已经建构好的平台上，所以他自己本身的成本就少了很多，而这些少掉的成本通常都会回馈给买家，所以说你就可以找到非常便宜的东西。那第二点，其实在拍卖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在外面找不到的商品，因为其中有一块就是二手的市场。一般来说我们其实在外面买到的东西通常都是新的，那价钱当然就会有一些公定的市场的行情。可是在拍卖上，因为很多人会把自己二手用过然后目前可能用不上的商品放到拍卖上，然后它也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行情，所以透过竞标的过程，你会有机会用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价格买到这个商品。而且除非它本身来说本身是有故障的话，其实它跟新的东西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很多的商品种类里面，有些它可能在实体的店面里面是不敷成本的。举例，如果说假如我想要卖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手工艺品，如果说假如因为这样的东西我要去做一个开店的动作的话，其实可能对我来讲那一个压力是很大的。可是透过拍卖，它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东西刊登上去。那像这样子的东西也通常都是你在市面上没有机会碰得到，可是在拍卖上却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那另外当然还有很多的妈妈们，她自己本身喜欢做一些糕点啊，喜欢做一些粽子啊、饺子啊，或者是手工肥皂啊，这些其实可能以前都只有她的亲戚朋友可以受惠，可是现在透过网络拍卖，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富有家庭味、家乡味很独特的一些东西。那除了这刚刚提到的是一般的商品之外，其实在拍卖上你也可以买到房子跟车子哦。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房子跟车子我怎么可以透过一个这样子下标的动作就可以在上面成交呢？其实像这一些像房子、车子甚至说机车，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种特殊分类，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分类广告的性质，就是你在拍卖上用拍卖原有的一些搜寻功能，你还是可以找到房子、找到车子之后，然后再跟这个刊登的卖家联络，也许你要去看看房子啦，或者你要去试试车啦，那最后可能用一个你们两边都觉得合理的价钱来交易，这也是拍卖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商品。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之外，其实拍卖上也会有很多CUSO的东西，它可能也许本来不是为了要卖，它其实纯粹的是当作是一个交流跟分享。就像说我曾经看过在拍卖上有人在卖蜘蛛人的服装，那个是卖家自己亲手做的，而且还可以根据你的体型去做那个衣服的设计。那这些其实也都是在一般的市场里面你可能看不到的东西。那而且从那个问与答里面也会有人问出非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就比如说穿的这衣服是不是真的能够喷蜘蛛丝啦，或者穿的这衣服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从三层楼跳下来不会有问题啊之类的。这个也是网络拍卖的问与答创造的跟一般外面的卖场不一样的趣味。